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，你不就觉得自己穷皮一个，怕连累人刘青吗？你能不能不走？你要是遇到合适的人，就赶紧嫁了吧。 Doesn't allow you to continue paying your mother's medical bills. 你为什么上了船？我不知道。但难道你不觉得这三个星就是我们重新开始的希望吗 ？These people need me the most to change them. 在动物的世界里，只有利益。 没有感情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可是我真他妈不甘心。我们必须得学会相互信任，才能走到最后。在动物世界，讲义气就是自杀。我一定要下船的，你们把他家门挡住。 你要是铁了心要走，那我也铁了心就在这儿等着你，一直等到死。我绝逼不能再到这船上。